Hello，嗨，这是鹏飞。今天讲到的是诗篇第119篇第十五节。诗篇119篇第十五节这样说：“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。”我想，在读诗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之前的11节讲到有能力抵抗罪，抵挡罪。15到16节讲到喜欢更认识上帝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读经的话是不像吃我们现在的速食啊、麦当劳、肯德基这样子，它是一个就是反复的一个咀嚼这样一个消化的过程。所以呢，我们看比如说牛躺在青草地上它吃的草，然后它在青草地上吃，然后它反复的反刍它的食物。那反刍食物就是说，公牛花很多时间。将它吃进胃里面的这些青草及食物慢慢的咀嚼，然后呢，有时候再转到嘴里再咬，然后就转到胃里面，这样慢慢的来消化食物。所以牛的将所吃的东西呢，往返的从胃部及口部，然后消化后呢，所有的营养被吸收分解，然后最后呢，才转换成丰富营养的牛乳。那么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吗？是的，这是浪费时间吗？但绝对不是这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要产生营养的牛乳的话，它就必须要如此做，才能够吸收充分的营养。所以呢，反刍这个话呢，如果用来形容我们读圣经，就好像是反省，就好像是在默想我们所读的经节。所以在诗篇119篇，作者读上帝的话语时，显然做了许多的反省以及多的默想的工作。读经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呢，好像是速食，就是圣经草草的这样看一遍就算了。但是作者告诉我们，读经事实上不是像吃速食面或者是吃速食餐一样。如果我们学习，我们要学习这一章节的话，我们就要学习这个诗人他为榜样，就是以谨慎以及祷告的心来读经。这样子，我们才有能力抵挡罪。在第十一节说的，我们才会更认识上帝。第15到16节说，也才能够发现奇妙的属灵真理。在第18节说，也在日常生活中会找寻智者来咨询。第24节，所以默想我们每天所读的经文，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不只是读经，然后要养成读经的习惯，相信上帝的话语而已，而更要在日常生活中，在每大小的事上都能够将我们所读的经节运用在我们生活里面。因为上帝的话语并非是速食我们要花时间要读经，反复读经，要咀嚼上帝给我们的话语。所以主给我们的经文就好像是一个生命的粮。就好像主拨开饼一样，在给我们喂饱，喂我们生命的粮。所以我们在书中我们在圣经中寻求到上帝，因为上帝的道全部在经中，他的道能够渴慕，让我们渴慕。所以成为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就是应该要默想，常常默想你的训词，然后看重你的道路，谢谢这是今天的灵修心得如果可以的话，请 subscribe，然后 God bless you，谢谢你收看，Have a blessed day，拜拜。